早四度啊，4点钟。神啊！哇！这个4点钟晨早，我又出发啦。今次去边呢？我哋去踩单车啊！但系睇下周围都仲落，都系其实雪只系落咗一日，但系咧积雪仲 keep 到而家，因为我哋呢度 keep 住都系零下，所以啲雪其实冇融过。咁我哋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出去踩单车啦。因為有一個地方咧，我想睇下滿天白雪嘅時候嗰度係點樣嘅。咁我今日約咗個朋友一齊出發，我哋 go go go。单车泊咗喺湖边，我哋去睇下湖边嗰度。呢个咧就系我上一条片讲个结晒冰嘅湖啦，就有人喺度咧踩冰啦。睇下而家都结晒冰，但系咧好，因为咧佢曾经又融又结冰，因为落完雪之后咧就俾啲雪冚住啦，咁就融咗一阵，唔够温度融咗一轮，而家又结翻冰，咁所以咧系。其實是你見好像一嚿嚿，其實是實的，其實是實的，我又不站上去了。哇，就是這樣了。現在我就等著我的朋友。那呢其實都不算是很冷。我呢其實穿了3條褲，穿了2條襪，勁一條棉褲，我都唔知道自己著咗幾件衫啦，超級凍。但係出到嚟踩咗一輪咧，就唔覺得凍，反而咧係隻手好凍，因為係咁食風。我已經戴咗手套噶啦，但係都係覺得有啲凍，因為我對手套可能唔係好防風。凍哇！哇面都好凍啊！好似我戴咗呢個面肩嚟，哇！
咁今日其實我想去一個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舊嘅大宅嚟嘅，即係有錢佬嗰啲咧。咁我就想去睇下，因為我見我朋友咧上次去過咧，有啲好大霧嘅，有啲好似雲海咁嘅嘢睇下，我真係想上去睇下加埋雪景是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。我也有信心我這輛車其實應該是上到去的，應該是可以的。裡面呢其實應該是一個私人的 farm 來的，裡面其實有牛啊、有羊啊、有馬啊，不過呢應該呢個很大的範圍面積呢應該是 under 政府 的管理的，所以其實咧，佢最大嗰個機啫，即係大門口咧，其實係唔知十點定十一點咧先開門，去到六點。咁不過咧，又深烤咧，俾我揾到呢個世界咁大，有好多小路入到去。咁啊，又去睇下咯，即管。冇錯，好耶！因為上次我見佢影嗰啲相咧超靚，咁唔知加埋雪地會唔會更加正咧？所以真係好想去睇下。好，我哋 go go go！正常啊，我跌咗起码三四次噶。佢系嗰啲凹坑。哇，嚟到啦，黑到乜都睇唔到啊！睇下射唔射到佢先。啊 ！Yeah， 其实我想维基睇过咧，佢系一个嗰啲叫咩啊 ？Law keeper，law keeper 即係律師。唔係 law 係主人嗰個 law。哦。law keeper， 咁佢係負責守住耶穌啊一世嘅罪人。哇！頭先我哋
我踩上嚟嘅時候，我跌咗一次。你睇住我跌咩？我睇住。我咁都差唔多啦。你差唔多應該會跌啦。望下你踩成點啦。眼，我哋去完嗰个景点就要即刻走，因为我发现我整亲，我已经第一夜跌亲跌嘅时候已经整亲，我应该系 cut 到自己嘅手，而家我扎住咗佢，因为流血流得好犀利，湿咗几张纸巾，哇，好大镬！我谂我老婆话，因为我见到有啲唔知系脂肪啦，定系纤维嘅肉嘅纤维啦，跌咗出嚟。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戒到啊，我喺個跌嘅時候俾架車上邊嘅某啲尖嘅嘢咧揩一揩，跟住戒到。咁啊凍咧，我成日 feel 唔到。咁我繼續用力揸住個 handle 踩啦，因為好跣啊嘛，我繼續好小心咁踩啦。咁用力揸咧，所以就逼咗啲肉出嚟。我老婆話：咁一定要聯針咯。而家我就嚟咗就近嘅醫院急症室，即刻要。排到連針啦，都要排一個鐘啊！聽個故事教訓大家，落雪踩單車真係要小心。係啦，咁啊有呢個經歷就夠噶啦，已經一次已經夠啦我。咁啊唔會再搞，唔會再玩啲咁嘅嘢。咁咧啊，咁今日就到呢度啦。我諗呢條片應該好短嘅，因為我已經知道自己受傷之後，我就冇心機再爬啦。好啦，咁啊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，拜拜。